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番茄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期厚颜无耻的节目。今天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《小小突击队》，没想到老番茄这个名字呢又被人注册掉了，然后老绿番茄居然也被注册掉了，那我就起了一个名字呢，叫做绿番茄。大家看到这个画风可能会觉得，哎，这什么画风？什么四三九九画风？恭喜你，你猜对了，这还真是四三九九的游戏呢。好的，那我也不说什么猪话了，我们赶紧选择角色啊，然后进入一盘乱斗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哇，这个角色好多，好杀马特啊，这个。哇，嘿嘿啊，经过一番挑选啊，我终于选定了我的角色啊，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就随便给他起名字了。我看他这个浑身都是机甲啊，然后还是红色的，我就叫他这个啊无敌合金番茄猛男啊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愉快的决定了。嘿，好的，要开始了，无敌合金番茄猛男要开始战斗了啊。我还没有用过这个角色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角色是用电的呀。哇，杨教授。好的，那我觉得这个角色可以有一个啊非常洋气的英文名字了，叫他 Tomato Young。Young Tomato。哎，怎么电不死啊？哎，再电一下。哇塞，这个人怎么老是可以闪避我啊？终于死了。我和这个鸣人就站着互撸。哇塞，像两个弱智，他还被我电死了。哇，是真的麻瓜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近战可以使用啊，就是伸出自己40米长的大砍刀啊，挥对方一下。哇塞，我这个角色呢，好像是一个类似坦克型的英雄啊，血非常的厚，这些小村民完全打不动我。我就哎，又是你，麻瓜，这个麻瓜鸣人，他好像还被麻痹了。哇，他都被我麻痹了，他行动非常的缓慢啊！这种时候，哇塞，我过去追打他啊！接下来我们可以放一下技能，哎，Tomato Young的技能，哎，是一个电网吗？啊，这是个电网，不知道是攻击的还是防御的，好像是防御的啊！哇，这菜鸡互啄吧，怎么这么菜啊？一群人就站着在那里乱射，哇塞！哎呀，太烦了，我直接使用近战，哇，看我40米长的大砍刀，哎，砍死一个。啊，又砍死一个，砍死了！哈哈，我发现了这个游戏的秘诀啊，直接用刀嘛，用什么枪啊？这个枪就是一个摆射啊！你看这个直接用近战，效率多高！哇塞，超神了好吗？我小学生之王，以后请叫我头妈头一样小学生之王好吧？啊，赢了！哇，看看我这局的战绩哦，16杀0死啊，我是真的强啊，好的，再来一局，我们先来选一下英雄，这个好吧，这其实是一个用散弹枪的英雄啊，然后我们换了一个别的皮肤。Come on， 尝尝我的大喷子！哇塞，一喷子塞你嘴里好吗？哇，人太多了，四个人！哇塞，我一打四好吗？一打四！哎呀，这个喷子效率太低了啊！直接掏出我的宝刀，从裤裆里掏出我的宝刀，一顿砍好吗？我的妈呀 ，quadra kill！ 再来收一波残血，哎呦喂，好强呐，真强呐！哎呀，我好强啊，直接29杀1死，怎么感觉跟打人机一样？这帮小学生也太菜了吧啊！啊，我感觉这个战绩真的假的一样。哎，好吧，我们不打乱斗了，好吧，我们打这个组队赛啊。这是一张站点图啊，我们只要跑到这个点上，把这个点站下来啊，然后就会算在我们的分数内。这局我们选的角色呢是个忍者啊，是忍者还是武士？哎，他怎么还能发飞镖啊？啊，然后他穿着武士的铠甲，这个到底是忍者还是武士？嘿呦，一二呦，没血了啊，赶紧逃！这个游戏真的太简单了，真的。说真的，我觉得我已经掌握这个游戏了。你看，我就在这里瞎砍。什么都不要干，我就在这里瞎砍，刀刀进，刚刚那是一个小失误，好吧。接下来让你们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技术，什么是真正的高手。哦，对了，忘了使用自己的技能了。好，使用技能，喂，剑道，茄汁一刀流。哇，我真会起名字，是不是听上去很炫酷？哦耶，赢啦！我就靠一把刀，一个近战啊，砍出一片新天地，砍出一片新世界。好了，通关了，我已经掌握这个游戏了。这是一把什么？这是一把死亡竞赛，就是说哪一队先杀过60个人啊，哪一队就赢。啊 ，easy 啊！我已经掌握这个游戏的精髓了。这把我的角色是一个狙啊，但是我是一个近战狙啊，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了，就是近战嘛。那我直接冲过去啊，拿我的刀去把人砍死不就完了吗？What？ 啊，毕竟我还是一个狙，我的血还是比较脆的啊。我要做的就是在远处这个阴人，你看，给我屎！他怎么又回满血了？我使用了隐身啊，好的，阴到一个人啊，我们成功的反超了比分。虽然我没有玩过这个游戏，但是我有一双睿智的眼睛，所以我看得出这波团战很关键。哎，赢了。哎，这里有个落单的弓箭手，哎嘿嘿啊，就是欺负他的时候了。哎，你看我扔个炸弹啊，然后再打两下，他就啊，我也死了。队友，我来了啊，我这个浦东一杆狙，我才过来就是来收人。哎，这个游戏感觉变难了啊！现在团战我都不敢露头了，之前我都是砍成一片的好吗？是对手变强了，还是我这个角色血太脆了？哎，我想通了，我这个角色就是一个脆皮女孩，我就是应该打一枪就跑，哎，就像这样，啊、然后去阴人是吧？没错，就是现在让我抢人头啊！你看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是跟队友抢人头，你们看，又是一波团战。这个时候，我作为一个远距离的狙击手，我的功能就体现出来了，而且我还在偷人家的屁股。哇，好阴啊！
来来来，收人头了，哎，收人头了，耶，收人头了，啊，最后一个，哇哇哇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这个时候隐身，隐身，看我用一个隐身，然后赶紧跑啊，我用了一个隐身啊，然后开始跑路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双方是58-58平，所以说呢，随便的死是对队友的不负责。哇，这个弓箭手追我还追上瘾了，哎哎，你来你来，我的妈呀，小样吧，耶，最后一枪带领队友走向胜利，好吗？就很强，不多说就很强。这个游戏还有很多的勋章可以强化啊，简单来说就是符文嘛，我等级太低了现在，不过没有关系吧，我感觉我已经这么强了，哇塞，我要去打排位啊。好了，开了一盘排位啊，我使用了磁暴步兵番茄羊，这把不多说拿下好吧。哇哇哇哇哇哇，这边对方还有防御塔的啊，这是一个拆塔游戏是吧，这边飞上来一个邓紫棋，不过没有关系是吧，啊，我磁暴步兵羊番茄其实，哎，电死你，叫你上网，叫你上网，叫你上，叫你叫你叫你叫，哎哎哎哎，哇，对面这个人怎么这么强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三个人，我还两个肉，哇，不信了好吗，我放一个防护罩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哎哎，怎么肥死啊，哎哎哎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要溜要溜要溜啊，打死一个打死一个，已经赚了已经赚了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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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，跑跑跑跑跑，哎，有势力，哇哇哇，怎么回事，这个游戏怎么突然一下子变难了，对方怎么一下子这么强，说好的殴打呢，说好的殴打呢，啊，又是这个人，又是这个人，跑跑跑跑跑，啊，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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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回家吃一口内内啊，回家吃一口内内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这个邓紫棋怎么这么强，感觉完全和我实力和我不在一个层次上啊，来来来，拆个塔拆个塔啊，又是这个家伙又是这个家伙，打不过打不过，赶紧跑赶紧跑，哇，还被晕了还被晕了，你是人吗你是人吗，还有一滴血，还可以跑还可以跑还可以跑，耶，跑掉了，战场实在是太残酷了，我决定一个人在这里默默的偷个塔啊啊，先偷一个，哎哎哎哎，救命救命，哎，救命，哇，这个人跟个疯狗一样的追在我的后面，天哪，哎，我再吃个血包，你打我呀，哎哎哎，哇塞，这个人直接追到我们家来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跟你拼啦，哎哎，他跑掉了他跑掉了，哇，我这个角色攻击力好低啊，对塔根本造不成什么伤害嘛，啊，输了掉分了，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游戏这么的难，突然这么的难啊，这个人43杀5死，好强啊好强啊，为什么我突然就变菜了啊，为什么，哦，难道说你听说过那个故事吗，也不能算是故事，反正姑且先说是故事吧，就是各个游戏为了让新手玩家体验到快感，在他刚开始匹配的时候会给他匹配几个很弱的 NPC， 让他赢得很爽，这么看来我根本就很菜啊，我刚才为什么那么自信啊，我怎么能够那么自信啊，太丢人了，不行，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我决定最后再来玩一把乱斗，之前匹配的都是机器人又怎么样啊啊，又怎么样，我觉得我有天赋啊，我觉得我玩这种游戏就是有天赋，我觉得现在匹配到的应该都是普通玩家了啊，所以这把好好打证明我的实力好吧，嘿嘿，这里有个拿散弹枪的，我直接过去一通乱砍好吧，哎，直接一通，哎，他怎么不掉血，他怎么不掉血呀，啊，这个人开这个飞机过来直接一通砍，然后我使用次元斩好吧，我，哎，我怎么没血了，我怎么没血了，我怎么没血了啊，是死路是死路啊，7杀8死，嗯，感觉还不错嘛，这个成绩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老番茄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